我们现场的舞者名字叫哈娜哦，哈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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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爱与包容。我们来唱歌好不好？爱是忍耐，很久又有恩赐。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给我们很多希望，很多的力量。我们的林国璋秘书长，好，神父好，神父好，神父啊，我们等一下四点要到集团结婚呢，我们都要去赶场，对，赶场，因为等一下那林国璋神父要去为花莲县集团结婚，来证婚，来扶证。让我们的孩子们结婚都能够得到上帝的祝福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今天啊，又看到一个人，我今天才知道，原来贤美是他的姐姐。你知道我说谁吗？国璋神父。国璋神父。许秀亮校长。但是我们不能，因为他是公务人员，但是是自己的姐姐，还是要出面一下。不过我真的要非常感谢花莲县的我们的智慧教育，从哪里开始？就是从智慧教育中心开始。而智慧教育中心的主任是谁？许秀亮校长。就是许秀亮校长。耶！我们一百零九年，疫情开始的时候，我们成为全国远距教学的示范县、模范县，大家知道吗？知道。这是花莲的光荣哎，这表示我们的远距教学从很早108年就开始准备了，对不对？对。而远距教学要网络，要我们的 iPad。要我们的教学教亲师生的平台，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路库的子弟。许秀亮校长再次给他掌声好不好？所以我说，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。我认识贤美，我第一次看到她就是穿雨鞋。我不晓得你今天没有穿鞋。有在车上。我第一次看到她就是穿雨鞋。第二次去看那个同门蓝石网要架设，有一个明隧道到前面，我跟村长，好像是叶村长，叶村长还有贤美，我们去看那个蓝石网要做，贤美还是穿雨鞋，然后我们现在做好了，叶村长没有，我们现在做好了，然后呢，再来就是台风天，我们那个受灾那个浅势溪流啊。红色黄色的时候，是不是要先这个提醒撤村，对不对？对。之后要强制，对不对？对。结果呢，我每次扣扣扣扣扣扣秀林乡，拜托你们赶快请我们的长辈哦，这个移到我们所来。结果呢，雨越下越大，不来，不下来，所以我和贤美
哦，一起去把他们请下来，对不对？是。那时候贤美就是穿雨鞋，然后带着那个穿的雨衣，这就是我们认识的贤美，一个非常努力、认真、勤奋、实在，凡事遇到困难，勇敢面对挑战，然后跨越过去，对不对？对，对不对？对，这就是我们认识的贤美，对不对？对。我还知道他的先生也是教育界退休的，所以对于秀林香，就像他自己的孩子一样，他要慢慢的把他这个整个把他塑形雕好。所以贤美有他的大志，有他的愿景，有他的抱负，所以我们来支持他，来给他给力，好不好？好，好不好？好。女力啊，等韧性，女生女性的韧性是很强的。男生在这个批评女生的时候，我们不会正面迎击，对不对？我们不会想说，我给你左勾拳，我给你右勾拳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有没有接？有没有受到家暴的男生？有没有？啊？你受到家暴？我去家庭访问，你太太是谁？住你隔壁吗？不是隔壁，别人。住你隔壁哦。啊，我等一下把你们两个找过来访问一下，好不好？带到我们那个心理卫生中心去，好不好？啊，你们要去填表单一下，好不好？哦，是是，所以啊，我们会动脑筋，不会跟男生啊这样子正面冲突啊。但是我们动脑筋就是考验我们的智慧，对不对？而考验我们的智慧，我们的智慧就会越来越圆融，对不对？就像我们的乡长一样，李春松乡长一样，在推动乡务的时候，很多的政策可能大家不一定通通都认同。十个人有三个不认同，我们也要去沟通，对不对？可这三个人有三个不一样的想法，我们就要想想看要怎么去沟通，才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好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。这里有没有调解委员会的委员？有。有没有？没有。有没有？有没有那个什么图审委员？没有。啊，这里都没有哦。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重要，对不对？对。每一个人都是小螺丝钉，但是 对不对？对。但是不要忘记你的力量有多大，对不对？对。你看我们盼望的，我们期待的高技术美人。谢谢。我们期待。今天是2022年11月13号礼拜天的下午2点多，刚刚坐花莲客运，把这些东西都拿来了，脚踏车。这边是文兰站，刚刚那个司机非常服务非常好。然后吴大师比比，要到那个许贤美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，这边是同门。希望那个重北轻南的秀林乡这次能够把王玫瑰给下架，把田玉兴下架，赖俊杰下架，邱金城、张文胜全部下架，还有特别是那个非常恶劣的公务员叫郑秀慧，到时候要准备提告。希望这个新的乡长许贤美能够改革秀林乡公所，跟财团保持距离。是2022年11月
14号礼拜一的早上，